大家好，我是柳珍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楼盘呢，继续是在 Solis Park 的一个新楼盘，叫 Daybreak。Yeah， 对的。然后对面正对着就是一个游泳池。然后这个户型有三个户型，我们现在正在最大的户型。最大的户型里面，这个就是说，有最低价是180万起步。没错，那这个三个户型里面，最小的是2700多尺，四房3.5卫，然后呢，最大的到五房，是4.5卫，然后户型是3200多尺，而且特别漂亮。那我们现在身后这个就是在户型三，我们先给大家看的是第三个户型，再到第二、第一，好不好？对，而且这同时是最大的户型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是你们家的金矿，以后留着，到需要用的时候再挖金。OK， 我们进里面看看。那整个户型三的格局，你看是非常大气的哈，主要的色调以白色、黑色，还有一些金色来一个搭配。那您看到我这个整一个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一个客厅。那整个房子进来了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，客厅是第一个。然后你看到它有非常漂亮的一个 fire pit， 而且它这个大理石墙面特别漂亮，而且是真的很贵很贵的。那您看得到整一个它的整个格局哈，它是非常亮，层高很高，有 9 feet 这个高度，而且呢它窗户特别多，它是每一项每一面都有窗户，包括我们这个一三体的哈，厨房、客厅还有餐饮区一起的这个三体，所以呢感觉起来就非常好，然后非常亮，不管在哪个朝向，我感觉它是一定会有光线的。那这基本上也是因为是新房子，它更加的吸引了以前过去的一些不足，来做成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格局。那我们来开这边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餐饮区。餐饮区这个地方的话，完全能坐得起6到8个人，而且它是以长条形的这样的一个餐饮的一个饮用区。那这边的话是典型的一种传统的客厅厨房一起的，那现在就全门开放了。那这个厨房的话，它这个台面啊，哇，全部是大理石，而且它是到 waterfall 到下面到墙底下的，这个是很贵的这种。台面的话主要是以石英石台面背墙这样好清洗，一个大块的。另外它是柜子主要是以白色跟金色搭配，显起来的话比较好看时尚。还有的那个 stainless steel 全部是这个 stainless steel 的一些 appliances， 包括 Sub-Zero， 他们现在都用上 Sub-Zero 这个，所以特别好。整个厨房的话它光线很多，因为它自己有额外的窗户，还有很多次顶的柜子，这样的话显得就空间感很大。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很长的走廊，是到了一楼的房间，是一个套间，而且呢还有它有自己的一个半个卫生间给客人享用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院子，这院子倒不是很大，不过呢也够了。这个院子呢它有个小的阳光屋啊，加州阳光屋，而且呢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平时可以给有狗啊小朋友玩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户型啊非常喜欢石头，再加上可能是可以collect 这个石头的，很多各式各样的石头。走过一个很长的过道，那这边呢是一楼的客房还有套间，而且在我右边手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半个卫生间。因为它层高很高，所以呢整个房间感觉的空间感非常大，加上它这面的窗户正好是从院子出来的，所以呢它的那个光线呢就非常明亮。那我们进来了户型三的二楼，户型三的二楼的话有一个额外的空间，那就是我们二楼的客厅了。那你这个家的话有两个客厅，一个一楼客厅还有一个二楼客厅，那这个空间呢有怎么用呢？可以完全可以一个办公室，一个休闲区，电影区，你想干啥都可以在这儿。然后如果我这身后的话，我右边手的话是一个很大而且还有个很明亮的窗户，这是一个 laundry room 洗衣间。
那想象一下主人房有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很长的大门，进来了一个非常宽大的一个主人房，空间非常舒服啊。比如说你有自己的飘窗，有自己超大的一个房间，还有很多窗户。另外呢，你有很大的一个衣帽间，完全是可以分享，可以装上冬天、春天、夏天所有的衣服，所以特别好。这样的主人房浴室你觉得怎么样？有双洗漱台，还有浴缸，还有另外的 standalone 的一个淋浴的地方，而且所有的一面墙全部是用大理石装进为作为一个背墙铺装。另外是这个地方的话，它非常简约，它是非常时尚，而且一点都不浪费空间。我给大家看看，这个还可以把所有的一些毛巾啊，额外的一些洗漱的用品全部可以在这里装上。走过的这个大豪宅的另外一边呢，就是有三个房间，有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在我这右手边，然后另外呢还有我身后的一个是一个套间的房间，所以呢非常适合一家多人的一种方式。我们进去里面看看。那在市面上如果是一个高层高的一个200万以内的房子，确实是少中之少，因为这个房子有五房，满足了所有这个大小的房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点。而且呢，如果是您觉得这个房子喜欢的话，赶紧过来看一看，而且这个样板间真的很适合现在时尚的一种搭配，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家来做一样的一个搭配。另外呢，这个价格的话也是非常亲民的，希望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。